咁啊，呢度就係依家啲人排緊隊啊，咁啊就要準備3點鐘去買香港隊新嘅波衫。咁啊，見到個人龍啊都非常之多，咁啊呢度都有幾百人。咁啊，聽日就係即係星期四啦，咁啊就係即係香港主場對伊朗。哇！咁啊呢度真係好多人啊！咁啊準備排。買呢個去 Nike 呢度啊嚇，買香港隊新嘅波衫。唉，再來。咁啊，本來即係，哇咁啊，因為借錢都數量佢有限。咁啊，今次個設計我見到都幾靚嘅，咁啊雖然個章啊咁啊有啲球迷未必太中意啦嚇。由以往香港足球總會就變成了中國香港足球的總會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咩？係啊。咩啊？唔使擺，翻去做圍爐啊！係啊，跳波衫。咁啊，見到啊，龍尾啊，咁啊都嚟到女人街佢呢邊啦嚇。好，咁啊，即係個報道就嚟到呢個位置啦。咁啊，都翻去做咯，圍爐仲有人。咁啊，都仲未到3點，我依家我呢度就2:58啦，都繼續有人陸續係嚟排緊隊啊。